out.再来，我们上一期讲到的，等一下，我能听一下哈，好乱哦！谁这只干嘛？闭嘴！哎呦，我每天有点数可以点就对了。那些先把人吊上去好了，我们就一样先组练三只吧，反正现在也凑不到什么脚了。闭嘴！这款应该也算是日系风格吧，感觉。爱丽丝长得就很日系啊。我发现好像有人对我说日系风格都蛮有意见的。我先讲一下，所以按你没讲，代表说格利玛也没讲喽。哈哈，应该是，这是他的技能。是格利特啦，哈，格利特。我之后可能会先讲一下我没有的角色吧。我选好，哎呦，没我的青蛙王子。哎呀，我们 continue 哈。大绝！我不是叫你自动啊，这是打人家比较强。然后其实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，哦对，你可以扫荡一下，但我不知道我经历那个爆表是怎样啊，所以让我蛮无言的。原来经历就这么多，对，我不知道那经历是怎么来的，它就是累积啊，去跟你们聊天室一下好吗？还可以跟别人的队伍。